好。哟，回到一看看不见周围，周围。难受。19岁的小李在刷抖音的时候啊，认识了一名黄姓女子。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啊，小李用微信转了10000多元给黄某，这是什么情况呢？然后就转了500多块过去，但是他给我6000，然后就没给，然后又要转个1000多块，然后又转了过去，但是一次性给我一种，然后直到我转了7笔。1800多块过去。小李口中的他就是这名黄姓女子。小李说自己在刷抖音时无意间看到了黄某的视频，觉得黄某长相可爱漂亮，并且有交友的意向，于是便添加了微信与黄某聊起天来。在翻看黄某的微信朋友圈时，小李发现里面有一个十分诱人的游戏，规则是有人转500元给黄某，黄某就回赠5000元。这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小李心动了。因为他是我认识到的，就是他好像和他男朋友就是分手了，然后他就是他男朋友给了他60万块，然后就这样分手，然后转钱过去，他就以10倍的方式转回来，就是想截图发朋友圈，说是就是给他的那个。小李开始了所谓的转账游戏，转账时还备注了情侣之间的甜言蜜语。小李说黄某告诉他这个转账游戏就是为了气气前男友。小李先后分7笔款给黄某转了10800多元，但是直到今天别说是十倍的回报了，连1分钱都没拿回来。我昨天到今天一直没有回我消息，然后发消息他也没有回，没有把我删除。小李说自己在成贡打工2年了，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000多元，转出去的这10000多元都是自己辛苦攒下准备回家过年的。意识到受骗之后，目前小李已经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了警。6563记者报道。食扒冇？你系食扭杂嘅冇？系噶。我个眼睛有点，人生感人啊！单头单，我头一身啦喂！单头单，你要佢甩鸡屎乜啦？哎，甩鸡屎咩嘛？甩鸡屎啦！唔系抄过来。要人家够唔够胆够好？睇鸡屎乜？偷真仔，揾你鸡屎乜仔？吹只仔，我冇见就吹只仔就批炸啦！走你最又冇见，睇住鸡屎乜？有你阿妈你？要你乜人今日发到偷鸡嘛？我只鸡又又仔，两只仔，要你阿妈你？搞鬼搞我？我点来偷啊？啊唔加靓，你今后当到偷鸡嘛？
人家把我们给你搞个大，我给你上菜鸡。你就打发走开关，来。我打挑战了。我打挑战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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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挑